其实我觉得，身为中国的女性是非常的伟大的。除了她自己本身要是一个职业妇女之外，她可能还要兼顾的家庭，还有两方面双方面父母，还有回到家要相夫教子啊，各方面种种的。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去
光芒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位置，很热情，然后很努力的去让自己发光发亮，或者是做好自己本身应该要做的事情，都很值得让人家尊敬。好的，第三个问题，众所周知，你的工作也非常繁忙，但是可以做到敬业之余享受生活，能分享一下自己是如何平衡生活与工作的吗？全靠我年轻的时候有咬紧牙根，然后努力的熬过那十几年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寓工作寓娱了。所以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，就是你真的要热爱你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把握好每一次的机会，然后尽量找自己的魅力在哪里，可以让自己尽量的发光发亮。你要提到工作吗？好的，谢谢。第四个问题，我要今天上台，想恭喜他一下吗？稍等一下。我最喜欢《玻璃樽》里头阿布的一个角色，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善良，然后纯真，哪怕是到了这个世界之后，他还是相信现实的世界之后，他还是相信着童话的存在。所以我觉得这世界上如果多一点善良跟爱的话，会更美好。好的，第五个问题，再来一个，不好意思，第五个问题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接下来有什么行程安排可以与我们分享吗？2019年开春了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播种，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会有好的收成，那我自己就随遇而安，然后年终的时候应该会有新的电影。对，好的，谢谢舒淇小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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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恭喜恭喜，当然是应该恭喜。我觉得我跟肖峰在微博上也有恭喜他，私人的那个朋友圈有恭喜他。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说我的麦去哪儿了呢？